哎呀，这锅，哎呀，今天来个好东西，哎呦，怪物一样，咦，这什么星？五个角的叫五星，那么多个角的叫什么星？咦，我靠，哇，这个海螺黑不溜秋的，非洲来的吗？ 喝，哎，这锅，这锅就让我造的，醋，多放点醋，老抽啊啊，一放起来它本来就黑，一放起来更黑，酱油，嗯，嘿，来点水，哎，加完水之后，然后。 你就可以给个双击了。哎呀，这爆头，你咋还卷在一起了呢？你是不是冷呐？你出来，怕我拍你是不是？<笑>他冷了，他卷在一起。<笑>嗯嗯。 瞬间干不着头，这可能是最正确的爆头方式，对吧？嗯，哎，哎呦，辣椒真辣，嗯，嗯，给个双击行不行？ 哎呀，这海螺，大吧？这一斤大海螺，嘿，哎，把这个肉转它一圈半，嘿，哎呦，它这个黄，这还是个红的，你知道吧？它这个黄，咦，真红。它这边是个鳃哈，它想把这鳃给它去掉，看到没有？鳃，哎，把鳃给它去掉，去掉鳃之后。 你就看到里面这个骨的了，哦，这是苦胆，把它去了。哎，这个黄，呜，嗯，好吃，这个好吃，嗯，嗯，哇，这一斤大海螺就剩下这点肉，哈哈，嗯，嗯，哎，哎呀。 这玩意儿真他妈黑，知道吧？是不是？比你都黑，<笑>你美他黑，对对对。嗯、哎，我靠，猪老了，嗯，死不动啊！这么大壳就这么点肉，能吃个鬼呀、啊，对吧？哎呦，这爪太多了，我靠，这什么时候能吃得完呢？ 哇，肥！哇，这家伙，这家伙真肥，嗯，啊啊，人家五个角叫五星，你这么多个角，你叫什么星？哎，大蟹，这大蟹我跟你说，不肥，应该是抛子了。 抛子了就不肥了，哎，这是双面的那个里面一样，哎呀，老抽也放多了，高呢？咦，没有高，啥也没有，嗯嗯，倒是很鲜呐，啊，这种鲜味儿。 嗯，这个很鲜。嗯，嗯，我靠，这大腿也棒。嗯，嗯，哎，这虾呢？咱们这虾跟其他虾不一样。嗯，哦，哎哎哎哎。
们这虾是壳是脆的，你知道吧？海虾是壳脆，淡水虾壳它不脆。嗯，蛏王，看看这蛏王，哎，这是蛏王，看看，漂亮这个，哎，上面有，但基本上它就有沙，把它掰开洗一下就可以了，对吧？你说这么大块肉，你要说你不要了，不就浪费了吗？对吧？嗯，这是那个香螺肉，哦嘿，哎看。啊！太多了！啊！搞错了，再来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太多了！
太过了。太过了。